戚。遇见你，亲爱的姑娘。我爱你，亲爱的姑娘。见到你，心就慌张。你回来走一天，一定很累。我们吃碗面去。哎，高参谋长总是帮助我。你折个慢呀！干嘛？立刻入戏！干嘛？我是他。他那边就是，这是我哥的，你可别出去。你哥在那儿呢，嫂子也在那儿。红女孩，来拿出红女朋友的那个口气哈。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，